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,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.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.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.我们国家队有自己的这种食堂，准备的饭和菜应该说肯定是经过合理搭配的，已经是，但是在一些大赛之前，也会专门的请一些营养师来，就是对我们个人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搭配也会有。 主要是还是让我们能够就是合理的一些搭配吧，就不要说喜欢吃的就拼命吃，然后不喜欢吃的一口都不吃，就是尽量能够吃多种颜色的东西。手脚伶俐，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可能会少吃一些主食和肉类，就是比较难消化的。 然后尽量多吃一些蔬菜吧，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吃的不规律的话，其实容易长胖，就会容易有点跑不动，所以自己对体重的这个控制还是要比较精确一点。 Thank you.
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, PingSunday.com.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